铁了。那牛屎草是咱们五年级杯赛的一个大热点，同学们一定要熟练掌握，火眼金睛，也就是炊事瞪眼法。OK， 最后是咱们的本周音题，跟小牛也有关系哦，一起来看吧。说是吹气球家里养的一群牛，吹气球家住郊外。OK， 有一天牛栏坏了，那是不是牛肯定就跑出来了呀？那小牛们跑出来了，应该怎么办呢？哦，你给他出的办法必须是一个歌手的名字，现在一起想想看吧，能不能想出来呢？佳佳你知道吗？不知道，对吧？好，告诉大家，其实这是台湾的一个偶像级歌手，长得非常帅，和崔老师有一拼，他叫王力宏。为什么说王力宏呢？牛跑出来了怎么办？往里轰呗。 OK， 原来就是这个道理。那在下一周咱们会学习什么样的内容呢？大家都知道数字有哪些数啊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是吧？是。所有的这些数其实它们有的不一样的脸孔，不一样的个性，你都清楚吗？你都了解吗？ OK， 同学们，咱们下节课一起来看看吧。